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最近收到很多大家的私信，天天都在催更啊！大家这么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我个人非常的开心。但是，你们想看的那些东西是不是离谱了一点？是不是离谱了一点？来，你念。想看拍搞笑整活的，进军跳舞区，然后还要倒立上厕所。倒立上厕所，你们听听，这都是人提出来的要求吗？万一进嘴了怎么办？别笑，严肃一点。总而言之呢，今天我就一次性满足你们，随机挑选几个观众，直接把这个账号给他们，想看什么自己拍。这期视频就是把账号交给粉丝的一天，开拍。观众朋友们，现在我们要做一点准备，假装是一个露天烧烤 party， 实际上就是刚刚提出来这么多 idea 的各位粉丝的照片。都是你们的帅照，怎么样？我裂开了。来笑，别哭，开心点，开心点。今天自力更生，自己上。你好，你好，脏了。我操，不要脏。想看我性感热舞？你自己留的言，你就说是不是？是的。内心狂喜。比我还脏，是我的问题吗？是。你干什么？啊啊！你不干净了，我好脏。你在干什么？你疯了是吗？笑什么？还有呢？这位小伙伴想听我讲笑话，那现在我正式宣布，你就是那个笑话，好吧？不好，我刚从上海搬到了苏州，猫咬了光纤，真的猫咬了光纤，我靠！好了，没了，结束了。哎，再说些什么笑话？那个我之前学过一年多的堆肺囊，好吧？会痛吗？看我心情，看你心情。小腹往下一点，就这儿是吗？这里。是我见过第一个闹得这么欢腾的，我说句实话，杀猪都没你那么欢腾。我们是正规的，正规的，你身体肯定比较敏感。最后十秒钟，看你发挥。行，大型杀猪现场。十秒钟到了。但你真的很敏感，好事，敏感是好事。15926535893938423384638，哎呀，把这个管住也好，欢迎上台。哇，牛逼！亚肉香肠。这么喜欢背圆周率，肯定也很喜欢数学。所以，我们特意给你准备了5年高考，你就蹲在这里写练习题。啊，接下来是这位吧。据说他想看你唱歌。今天你就唱歌。好。I found the love for me。拿法。Darling, just dive right in。哎，好听。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, not好，在这里让我们恭喜二位新人喜结连理，从此走入婚姻的殿堂。当当当当，棒棒棒棒。金兰官，你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
心。新娘子高不高兴？应该吧。我们现在有请新郎官亲吻你的新娘，来。好了，接下来各位今天的重头戏，你们还记得那个叫我倒立洗头的评论吗？家人们，我在这儿。你想看我倒立洗头是吧？现在到你自己表演的时候了。家人们，我发誓，这个视频完全是粉丝自愿。声明一下，我们真的不是强迫。我发誓不是强迫。有没有洗头小哥啊？你哇，小哥的服务真到位。正在享受500万粉丝阿婆子的洗头服务，这辈子值了。不可不可不可！主人啊，主人洗头可不是哪哪都有的服务，值了，我必投必三连。和我的老婆站在一块儿，很相爱，相当相爱。最后一件事情，还有一个好事，抽奖，今天有一份大奖，全接到，这个奖归谁？我走，哇，恭喜你，归我了，神秘大奖，绝对不会想到，这么快吗？来，你看这个前脸，观察一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你看这辆全新缤智超惹眼的简美先锋设计，可是获得了德国红点设计大奖、日本汽车殿堂年度汽车设计大奖两项世界级设计大奖，还有18英寸的马牌轮胎，全系标配 LED 大灯。坐姐，你看超宽敞的空间，坐着人体工学真皮座椅，抬头是全景玻璃天幕，前面是搭载了 Honda Connect 3.0 智导互联的9英寸彩色智能互联屏系统，空调还设置了微风出风口，让前排乘客未被风直吹脸，简直太舒服了。舒服舒服舒服。你再看这多变的后备箱空间，不仅可以全屏放倒后排座椅，还支持4:6比例折叠，简直就是居家旅行必备良品，今天都能拿来当舞台。你就说实不实用？实用，太实用了。你看这辆车怎么样？这辆车我已经暗示你了，喜欢吗？很喜欢。如果今天我送你一辆车，你开不开心？开心。现在直接坐好驾驶座，不开玩笑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吗？我真的今天就送你一辆车。车模啊，好，那我先走一步。哎，不是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不是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回车票我报销。接下来请大家吃烧烤。好，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着急，现在上 B 站搜索创意引力场，参与视频投稿，充多重福利，还可以解锁广汽本田全新缤智3年使用权哦，瓜分13万现金奖，快点去参加吧。好了，下次有机会我们继续玩，就这样。